填字游戏填完之后就会哪里啊？就会白的。填字游戏填完我，你家里没地方报纸啊？黑的是干什么的？黑的不管嘛，你要什么屎嘛？它怎么对到什么白嘛？在纸上面找的。这是对，我就是你这要先写下来。哦，我那你传给我这个干嘛？那你要先写这个之后。 黄色的部分不就是显现出来那个答案了吗？厉害，两位队长。哎，为什么你们在这里？你们的队员去了哪里？队员呢？没有，他们有，他们说是录那个开头啊。哎，可没那么好的事呢。我们有一个安排，好不好？他们来到我们这个宜兰的传艺中心这边了。嗯，刚好三个人，你们的三个人，你们的三个人都被捆绑了。 绑在什么地方？绑在这个街道上面的三个位置，而你们两位队长必须要展开救援行动。这也就是一个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也就是一个关卡。真的，我很想要去解决。所以你要解开这个要斗智斗勇的，有没有看到？人家说两军相遇，勇者胜，对不对？对，两军相遇，猛者胜。对。 谋定而后动，对，老带好的会占优势，哎呦，所以我这一关我压在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啊，不是，宪哥你怎么这么快就啊？凯哥那个眼神是要准备要接了，我已经要接了，哎，我已经要接了，我已经。你的队伍就是天堂与地狱，地狱是什么？刚好搬到你这边，有没有看到？哎。 苦力鱼场小帮手，哎，这种天气要下去抓鱼，苦力鱼场小帮手，这听起来就毛毛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一边，拉鱼网，美味香鱼，香鱼大餐鱼，对不对？鳕鱼就好吃了，鳕鱼大餐，这个好吧？这个应该就是我们的王，就是他们。好，咱们现在，我觉得这一关的把 Kid 不管在哪里，这是这个，这是整个园区的地图啊！啊，整个园区的地图，第一个的答案就在这个填字游戏里面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你俩开干吧！我们两个都一样是吧？对，啊，填字游戏填完之后就会，就会白的。填字游戏填完之后，重点，就会白的。就会白的。填字游戏填完之后，重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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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会白的
这个是这样的吗？这样写的吗？对，倒过来嘛，它是往这边也可以嘛。这样好了，这样。啊。要去哪？不，那没有啊，你还差一个哎，你这样就看出来了。这个。怎么样？我错了。考头脑的环境哎，对呀、啊，怎么这样呢？对呀、啊、，OK 啦，好 OK， 恭喜组队获得优势，来，咱们前往哪一个地方？青木工坊，没错，耶。街坊邻居，这个在我脑海中间好像没有。好了，不要再坚持了，走吧。被卡到这边已经半小时多，我手已经快要磨车了。哎，队长来了！有事两个，快点！快点呐，这手真的很不舒服哎。两位，请到这边来。哦，这个是，来，这个是木工的。两位请看啊，组队这边有优势，所以他们可以多出来15秒的时间。才15秒？15秒，刚那个优势就是15秒，15秒要走麦，请看。天才小木工，你们就保
爆出来一条你认为最长的拿出来，就一条，到最后最长的你拿出来，两位摊开来谁的长谁就赢。预备，开始。大家会挂，这就没有挂挂。哎，搞不好这一条是你今天的最长，你别丢掉。嗯，啊，要滑，对。哎，国哥用滑的，不要太用力。你用力，它根本吃不到东西啊。对，你看这一条就很重要，力道要。国哥，你不要用太大力，国哥。时间到，好。哎，我觉得太长了。哎，他用了一分钟，所以你有一分十五秒。一分开始。哎呦，厉害！哎呦，赢了啦，赢了！哎，断断，断断断。哎，他这一招不错。这一条了，你现在小心拿着，断掉都算你的哦。哦，断掉就算你的。好，来，两位，来，请把它摊开。我跟你讲，台哥一摊开就断了啦，它就太薄了。放好。断了，断了，断了。断了，断了，断了，断了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不要，快点，台哥，台哥，台哥可以了，台哥，再摊一点，再拉长。哎呦，我们的比较长哎。哎呦，台哥不要了，台哥够了，台哥。我不管了，我要赢了，我还管他对不对镜头。可以了，赢了啦，赢了，赢了。他太投入。凯哥刚刚说他是木工第一，太多了，好不好？不会输。恭喜组队获胜！嘿嘿嘿嘿，长枪杀了！长就是你看吧，你看吧，你看吧。哎，他的刀真的比较好用。对啊，他的刀比较好用啊。哎，我去选刀啦。讲真心话哈，必须要等量级关系。你必须要用同一个，刀比较长啊。你必须用同一个工具，对，同一个工具。等一下，要等量。我要申诉一下，怎么样？因为有哪一个棒球队是用同一支球棒打？不是，没有啊，每个球队都有每个球队的球棒啊。没有，你要对啊。知道说要去刨刀的话，我可以去找。我再问，等一下，我再问，我再问，等一下，找一个刨刀。你今天找这种刀。任何一个师傅，他用的刀一定是个人的刀，你自己不会挑刀，你凭什么说我会挑的？没有这个道理，没有人这样，对不对？工具是一定的，要看技术。哎，各位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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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 好，天秤座的功用都在这里说出来，好不好？今天就这样，目前来讲，你这我们就变三战两胜，没有人这样，不，没有办法，哎。因为你压他，你就今天说没有压我，他没有压我，他压你，不是没有没有，是因为这一段时间录的太短，不是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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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，你拼牌工具，不，拼牌了，台哥，没有人，哎，哪有人像你这么赖皮的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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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第一次来，没有说工具是固定的话，我们看力，我就问你，我就问你，两个工人出去拿拿的工具会是同一把吗？不可能，不是，我刚刚训讲说一定要，怎么讲说？从头到尾标出来，因为人家工钱照算呐、啊，你也是做三个小时，刚刚让你去选刨刀，你为什么不去选刀？我有选啊，好选的好啊，不一样。那我讲个刀，好，好，好，我觉得我讲这个啊。还是我们就回归到游戏本身。对，好。他其实一开始是玩重量的，你自己改了长度，还是我们就那段是算了，你就从头来，你就从头来。因为他下面有两个棒子，对，棒子在那边，对，就这样，我们也可以因为好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样子，如果说要这样玩的话，啊，那算是长度为赢，长度零。就再来玩重量，再玩可以，同一把，同一把，同一把，好啊，好吧，好，好 ，OK， 这样 OK，OK， 好，这样没有多十五秒，怎么会没有多十五秒？我当然多十五秒啊，你十五秒用过了，是
就放屁呀、啊！难道都是看你没有多少十五秒？观众看了你没有多少十五秒？那我当然每一项都是有多十五秒啊！没有没有，那我明天不要玩了。哎哎，大哥走，大哥走，要救我了，你走。我跟你讲，不是是你的，要带回来，是你走，去把他带回来，带回来，快点，把他带回来，你把他带回来。不要拉你们，不要回来。哎，宪哥，我跟你报告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刚才这吵的时间已经够了，好，这样差不多应该是。不行不行不行。不行，真的，一比零这样，一比零，我们再调个重量。好，但你的十五秒，我们还是增加点。好，给你，好不好？喝个粥。不要双鱼座，赶紧跑出来。好，那么每一队可以有一分钟，你可以有七十秒。海哥，你不要手。OK， 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快点，快点。在干嘛？海哥，你在干嘛？哎呦哎呦。有哎，我以为你没有在跑啊！海哥快点，海哥快点，海哥我刚，海哥快点，海哥我刚跑起来不好，海哥太慢，海哥。哎、欸，他这抱得很好哎，你看这。海哥快点快点，动作动作，迅速迅速。哎、欸，坤哥你要观察他，然后知道要怎么样动、啊。海哥快点，哎、欸，海哥这个手是真的有在跑过木头的。我已经在做物理了。好，现在是一分钟了，只剩最后的十五秒。中王过来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停，好，停，停，停，好，好，好，预备。波哥小心手，波哥小心手，小心哦。波哥手要小心。好，波哥不是这样的，要轻轻的投就好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太厚了，他蛮厚的。他是用厚的，他用厚的。哎，波哥要重量轻症哦，他跑我。对。好，我们这里下来。先要先拿下来。好，时间到。先拿下来。先拿下来。OK OK OK OK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这个里面都是算吗？波哥，你要记得放在桌上哦，不要放在不要放在桌上。没有放到盆子里都不算。没有人这样的。就是要全部。最后十秒。十秒，我们加油，好，前面那段就好了。哎，没有放进去都不算哦。没有，要放进去啊。要放进去啊，最后你要放进去啊。三、二、一，一个一个。时间到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好，时间到，没有，没有，这个，哎，这个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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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那一条，这条也有，我在终点时候，看一下，摇头好不好？一分零，好哦，一点零零零零三一，好不好？哦 ，OK。恭喜组队获胜 ！Yes，Yes， 哇 ，Yes， 零零，我们赢了，差点零呀！哎，各位，第二个米卡来交出来，给我去接下来。啊，您的队员，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，处理。就这么，自己讨个好。真的假的啦？就这样，不会吗？就这样，要靠到额头。哎，二、三。OK， 好 ，OK。那大家注意啦，其他人是不能够乱讲的哦，就交给他们自己来说，好不好？上面。有答案，这个优势很重要。你想想，刚刚如果十五秒腾出来给这一边，我们就输了，你就少十五秒，所以输赢在那里。来，先讲出答案的，什么意思？讲出答案。对，哎，你就看这个，然后看到底要去哪一个店，好不好？有答案立刻告诉我。哎呦，我知道了，你知道就告诉我。你可以。又是错的，不是做鞋子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做鞋子？刘备是做草鞋。哦。直接讲就好了，凯哥。制茶没有，我有补偿。我是希望你不要再乱猜。有答案再来，再乱猜我们就视同为乱猜。我都不知道，我不知道的。哎，好，我终于有一个答案了。什么？实在有够难。
除火相传。我们的烛火相传区，Go！大哥有啊！你们两个人，我们有哎，有啊！哎哇，这两个人呐、啊，也都长蜘蛛丝了。好，哎，干什么？哎，这看得出来输赢。好，但是没有关系，现在的客队这边呢、啊，获得15秒的优势。两位队长要来比赛吹蜡烛。低蜡，哦不是，吹蜡，吹蜡，吹蜡烛，那听起来很简单。不，你们有去过牙科吗？嗯，有一种要把嘴巴扩开，哈，扩开之后，很难吹出气来，太丑了，没用过啦。就这一个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那你要先来，我要先来的，两位请准备了，立刻进入我们第二关 ，Go，Yes。那么你这边开始，你也必须先示范。每个人都先不是吗？先说紧，你要不要牙龈外面，去配外面？来，朋友。让他们两个。不是，外面，你手放开。先戴好啊。啊。哎呦，那好了，那好夸张啊。哎，对。开始不能查下去，好，开始。好好笑，我在加油，而且哭得比较后道哎，气动的比较重。哎呦，有。我有在看。哎呀，一个，加油加油！我锅很强。哎呀，我口水。可以。还有口水，看，好恶心哦。
好脏哦，根本要带防水壳了。有啊！啊！有啊！哎，有啊！哎，生一个，加油！厉害！哦，1分57秒，再减15秒也没有用了，恭喜客队获胜。那个蜡烛苟延残喘，没有救到，有没有看到？你们让两位前辈当救你们，来 ，This is a key， 来，好，干嘛？解开，好。这个拖鞋你应该很熟吧？自己不打，你也可以交由敌队来打。目标就是这一区，目标就是额头。海哥还是你来吧，额头干干净净打一枪结束。一，台哥很贴心呢。3 ，OK， 好，马上玩第三关决战，辛苦了。现在交到你们手上，你立刻就要给答案喽。立刻。优势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就是你会有多五球。五球是吗？五球什么？五球什么？我只能说5球冰淇淋。5球，这5球相当之重要。5球什么？所以基本上啊，这一关你找到地方了，因为你前面都已经知道了啊。对。把你的图案拿出来，这里面其中一关，你抢答答错，你就算输。哦，你不能说哎，是这个是那个。不能乱抢。不行，不能乱抢答啊！一边。只有一次答题机会哦，所以别瞎猜哦。队员不准讲话哦，举手，大声讲，讲慢点。恭喜客队答对，因为他多了一台机械。恭喜多5球，这5球不重要，你知道？待会儿你们就知道，太棒了！现在就是决战了，赢的那一队就可以吃上我们的大餐，输的那一队太辛苦要去抓鱼。抓鱼！抓鱼 ！Go！ Oh my god！ 抓鱼！来了哎！快来台哥！郭哥，等你们好久了。Yes， 好，那么你可以多5球。耶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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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状态太重要。外面那两个锤仔，锤仔是两个锤仔啊。是我们蛮获胜的吗？有优势，有优势，胜率很高。来，这5颗，哎呦，交在你的手里，好不好？当然是公平公开的，这个没有选哪一台好不好？对，好不好？不要再说了。好，就是进球的最多的。对，你可以把它更，把它更多牌。就是更多牌的，就是赢家。好，来来，没有时间限制，可以哦。第一个就可以先给你。没有，第一个你要想办法，要想到角落，对，正中要过。第二颗，哇，差不多，不相上下。角落吗？边边叫好。加油。边边叫好，还能大力或小力都自己选。不要碰对头。好。不会那么好险，好险，不会那么好险，好险。第三颗，还能力道出发。完了！好，现在平手，平手。好，下一颗。2、4、6，6牌，2、4，6，没有牌，一样平手，现在平手，平手，现在平手，现在平手，平手。过去，7牌了，这边，这边，这一球竟然中了，中了，不要管它，7比7，来 ，OK， 7比7，加油，过，左边，对。哎，我觉得右边，右边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
三四五六七，你两颗进去就两一样，两一样，两一样。抓鱼啊！哎呦，哇！叫我连发。你好开心，你好开心。连发啦！你不是说你会吗？哎，你看他也就这样而已，他也就这样而已。奇怪。